个 GPD Win3 的一个试玩，说会把下载器、加速器和网站放在评论区，注册的话可能那个下载器就咔下去就完。这边渲染设置是 720p 中画质，然后调成个是不是个百分百渲染。这边看着画质还是可以的啊，帧数也比较稳定，就左上角这个帧数。エアリオタウンへ。住民一同、お前さんのことを歓迎するぜ。为什么这个村民都要穿着铠甲啊？搞得。
帰ってきたか。歩き回ってお疲れさん。